又做了同样的，我等都可高枕无忧了。看美容还敢再来吗？我亮哥也不敢呐，肯定不敢。来，给我们顾将军上酒。顾将军，顾将军，顾将军，向上我等啊。杀人了！大胆顾云深，你消失了。是，这些人都入宫了。杰穗如今都敢混入宫宴之上，国师大人，我看您是不是该辞官颐养天年了？既然杰穗已经被斩杀，我们就继续吧。来，爱卿，坐坐坐。今日的歌舞可是国师的小公子特意准备的。微臣听多了金戈铁马的厮杀声，实在是听不惯这种。你给我带这个做什么？这个呀，是相思红豆，有情人带了便能终成眷属。那以后这个红豆手串就是我们的姻缘线。我要嫁的人呢，必须要有权有势，高高在上，就靠你这么大张正宫，我得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与你景色姑娘，这边请。你干什么？顾将军，陛下还等着。滚！顾云深，五年了，我每每午夜噩梦都是你抛弃我时不屑一顾的样子。你知道这五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现如今你居然敢再次出现在我面前！顾云深，这么大庭广众，你拉拉扯扯的不好吧？从前再多人在场，你与我卿卿我我，从不在乎他人眼光。如今你倒是扭捏起来，我偏不放。你能奈我何？娘子，顾将军，我方才便是想告诉你，
我已经嫁人了。顾将军这样和一个有夫之妇拉拉扯扯的，不好吧？你。锦瑟，我功成名就后苦苦追寻你五年，你却已成为人妻。小明，站住，拦住他。救命，站住，站住，站住。钟情欲成痴，相思如何启齿，情一次竟若人痴，只怕你心无得太迟，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，问及心头憾事，附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，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，哪怕明日命运将至就消失，奔波也偏爱到极致，看见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你合十。一夜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，倘若我们没有来世也恩赐，就像爱到偏执，就梦里到迷失，你是我前世今世相依即是如今世。我送你回家。钟情欲成痴，相思如何启齿，情一次竟若人痴，只怕你心无得太迟，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。这个顾云深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？你也别生气了，以后机会还多的是呢。苏夫人，这么晚了还不就寝，在忙什么呢？我们在准备明日的舞蹈呀。倒是勤快得很。不过就是我们夫妇讨个生活而已。想当初你说要嫁个有权有势的男人，让你过上高高在上的日子，如今这日子确实高高在上，可惜啊，只不过是个卖弄姿色的舞娘罢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顾将军，恕不奉陪。放开他！就凭你？我们犯了什么法？意图行刺天子，这个罪名够不够？血口喷人，欺人太甚！是与不是，审了便知。顾将军垂涎我家娘子美色，轻薄不成，便想公报私仇，是又如何？你够了！夫君，我们走。知道狐族中了九天雷锋会显形，还有如此阴毒的手段，你这
行了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你身中九天雷符，我带你回去疗伤。我不需要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夫妇此次进京确实是别有所图。五年前，国师带人闯入狐族山野，想利用邪祟抓捕我的族人，哪怕有狐族奋力抵抗，最终不敌国师。如今我的族人都被国师给抓走了，此时此刻生死未卜，我是狐族的圣女，我必须要救他们脱险的。更何况现在这京中邪祟肆虐，伤人无数，这些十有八九都是与国师脱不开关系的。还请顾将军能够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，与我们夫妇合作。天下苍生与我何干？顾云深，既然顾将军不愿意帮忙，我也不勉强，只不过你可以看在昔日救命之恩的份上，不要与我们夫妇为难。苏夫人，你不用拿天下苍生救命之恩来逼我，只要你自荐真心，我什么都答应。你别太过分了，顾云深。狐族生性放荡，你又何必装得三针九令？顾云深，你别逼我。我逼你又如何？既是如此，好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你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想不到能在这里遇见你们。拜见拜见，带着雷同。顾将军，本宫的马车坏了，等宫里来接还不知道要多久呢，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正巧遇上将军。周贤，你务必将公主平安送回宫中。顾将军，您的马车正好空着，不如由您亲自送公主回宫。臣的马车简陋，怕怠慢公主千金之躯。本宫不介意啊。公主，男女有别，我家将军也是为了公主的清誉着想。父皇已经同意我们的婚，同意我与将军多亲近了，只是同乘一车而已，将军得利了。臣还有要事在身，不便陪伴公主，还请公主见谅。顾将军一再推脱，莫非车里有什么不能让本宫看见的？公主殿下，你是谁啊？为什么会出现在顾将军的车上？公主殿下，锦瑟与夫君初到京城，在教坊任职，刚才偶遇意外，不幸走散，得顾将军搭救。哦，你已经成亲了。太好了，你放心啊，我这就叫人送你回教坊。谢公主。顾将军，我现在可以坐你的车回宫啦。有宁公主，臣先告退。顾将军，你这伤难道是刚才那个女人？上。哎，俗话说得好，强扭的瓜不甜呐。甜不甜吃了才知道。玄宗唤起根本，顺治者擒逆之者凶。
我们找不到九尾狐的药丹，法力不够，还是得找到九尾狐的药丹。 九尾狐，居然是九尾狐！浑身九地是勇，名飞狐射中无阵操精，举起手律令，给我找到那只九尾狐，我要他的药丹！锦瑟，你终于回来了。 你的伤怎么样？不碍事的。锦瑟，顾云深他没把你怎么样吗？没有，而且他以后也不会再来干涉我们的事。你确定？我已经和他说清楚了我们的目的，他断不会再与我们为难。 我不明白，他是阎罗将军顾云深，心中是永远会将天下大义放在首位的。国师的所作所为伤天害理，他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。你这样了解他，当真对他毫无情意了吗？对了，观星殿是国师的居所，那里面守卫森严，我想族人十有八九应该是关在这里面。我们得想个办法，再混进宫去。 这样好救出他。教坊司。 我才刚中了顾云深的九天雷符，泄露了九尾狐的气息，这邪祟居然来得这么快。你都是为了救我，是我拖累了你。不是的，这药我们已经吃了这么久了，药效自然是越来越弱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我们都不用花心，邪祟就可以找上来了。 这邪祟的数目巨大，无穷无尽。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困难的话，可能时机未到，我们就会被国师发现。若我们只是想要铲除邪祟的话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七星剑。七星剑可以斩妖除魔。 如果我们能从顾云深手中拿回七星剑的话，不论国师派多少邪祟过来，我们都可以斩草除根。顾云深，他肯借吗？七星剑原本就是我们的。 是给抓走的，此时此刻生死未卜，我是狐族的兽女，我必须要救他们脱险的。更何况现在这京中邪祟肆虐，伤人无数，这些十有八九都是与国师脱不开关系的。还请顾将军能够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，与我们夫妇合作。 我本不想违背誓言再见你，奈何？
姐姐这一身九纹，隐身术都盖不住。那我错了吗？我以后再也不偷酒喝。空口无凭。那我发誓，若是我以后再用隐身术行偷盗之事，就叫我。一向深知情难自知，问及心头憾事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深的位置。一爱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，哪怕明日命运将至就消失。多也偏爱到极致，看见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。如你所见，我不是人。顾云深，你不害怕吗？你看清楚，我是一只九尾狐，人妖殊途。你想清楚了再说。我看清楚了，也想清楚了。我不在乎你是人是妖，在这世间，我只爱你一个。你我从此相守一生，足矣。你忘了吗？你的隐身术对我没有用，就算我眼睛看不见你，但我的心总能认得出你。你果然长大了呢，小家伙。你不愧是已经成为人妻，举止这般轻浮。那我当然是不如你了，这么守身如玉。是谁把你伤得这么重的？战场上刀枪无眼，我几次都是从尸山火海中爬出来的。这身伤，我早就不知道在何时何地受的。从前，我一心只想着建功立业，衣锦还乡，与你成亲。这五年来，我寻遍你千山万水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公主殿下，您看看这朵牡丹，雍容华贵，最衬您天之娇女的身份了。俗气。啊，您看看这只发簪上的玉雕莲花。就如您一般呀，清新脱俗。无聊。公主殿下，我特意为您布置的百花宴庆祝生辰，送上这么多奇珍异宝，您怎么一点笑意都没有啊？行了行了，我让你准备的节目你准备好了？放心吧，公主，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。嗯，公主，顾将军到了。顾将军。哎，怎么每个人都中意顾云深那张棺材脸？顾将军，顾某贺公主芳城。这是顾将军为本宫选的礼物吗？哇，这镯子本宫一看就喜欢，是顾将军特意为本宫挑的吗？这是末将替将军挑的，公主喜欢就好。仔细一看，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镯子而已。公主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些小惊喜。
要寿宴，总要喝杯寿酒吧。军中规矩，白日不得饮酒。锦瑟，你没事吧？大胆贱婢，在本宫的生日宴会上出差错。公主殿下息怒。你是何人？在下苏丽郎，是教坊司的乐师。锦瑟是在下的娘子，她并非有意要冒犯公主殿下的，只是确实是有苦衷啊。你说说。有何苦衷？自我们进京以来，我娘子没能睡上一个好觉。她每天都梦到妖魔鬼怪，半夜总是惊醒，痛苦不堪呀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奴婢与夫君寻遍了京中的得道高人，都说奴婢是八字太弱，冲撞了邪祟，唯有用杀气最重的剑，才能够镇住邪祟，保全一条性命。杀气最重的剑，不就是顾将军手里这把吗？说来说去，你这女人就是想接近顾将军，那就别怪本宫无情。好，只要你将方才的长舞继续跳完，你们夫妻俩就可以走了。公主，我这就叫人打扫舞台。我叫你打扫了吗？公主殿下，这如何使得？谢公主殿下，锦瑟遵命。娘子，娘子，光天化日之下，顾将军将我娘子抱入卧房，是何企图？就是，还把门关上，还把人往床上带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既然苏夫人夜夜做噩梦，那我当然要来卧房看看，检查下床榻。
顺便商讨镇邪一事。顾将军的意思是，愿意帮我们一起解决邪祟的问题。不是帮你们，我只帮他。顾将军既然已经答应此事，并且已经检查过卧房，那就请随我去客房吧。且慢，齐星剑我从不离身，既然你们要用我的剑来镇邪，那我自然是要守在苏夫人身边。是客房还是你自己住？我住客房，锦瑟是我的娘子。要么我住这儿，要么我回将军府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呦喂，顾将军，我以为只有我自命风流，没想到你这个阎王将军还好人妻这个。闭嘴！啊，好好，算我说错话了。你们俩是夫妻，不能分房睡，顾将军又一定要和你们一起睡，那这客房我可以住了吧？衙内说笑了，避舍寒露，害怕招待不周。没事儿，只要能住在苏夫人隔壁，我不嫌弃。顾云深，你做什么？刀剑无语，我只是想友善地提醒裴衙内一声，若我今夜驱邪的时候不小心到了客房刺到，还请多多担待。你恐吓我？是不是恐吓？到时候你就知道。顾云深，你给我等着。爹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被人欺负了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。有我在，这京城谁还敢欺负你啊？还不是那个顾云深，他竟然敢跟我抢女人。顾云深不是不近女色吗？他哪里不近女色了？上次御宴的时候他就盯上我心爱的锦瑟，你又不是没看见。他和你抢那个舞娘？对啊，锦瑟最近被邪祟缠身，夜夜做噩梦，向顾云深借剑辟邪，他倒好，竟然以此为借口，都睡进人家卧房里去了。区区的一个舞娘，也值得顾云深做到如此地步？爹，她可不是普通的舞娘，她是国色天香的舞娘。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，好好的一个舞娘，怎么会被邪祟缠身？是啊，难道之前出现的九尾狐气息跟他有关？你过来，为父有事情让你去办。你这个登徒子，竟然想吃我娘子家的菜！我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。厨房里还有一道菜，我去取过来。顾将军吃菜，东西我吃。菜来了。
娘子，咱们就寝吧。顾云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猜。锦瑟是我娘子，你搞清楚点。你才应该搞清楚吧，现在是你们有求于我。你夫君，我们别管他了，睡觉吧。顾将军请自便。顾云深，你要不要脸？顾云深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贴身保护苏夫人，看不出来吗？你到底是保护还是报复？苏夫人不要想太多，免得夜晚有了心事睡不着觉。我不睡。哎，娘子别走，你休想让我跟她睡一张床。锦瑟是我娘子，你想跟她睡，你配吗？我跟她睡一张床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座山头上玩尾巴呢。顾云深，你欺人太甚，我跟你拼了！够了，你们两个都给我滚！云深，为什么时隔五年，我还是和你纠缠在一起？锦瑟，顾云深，我要嫁的人呢，必须要有权有势，高高在上。就靠你这么打仗挣功名，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就别再耽误我了。是我错看你了。从此你我恩断义绝。锦瑟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选择族人，那是我自己的抉择。我只要余生，这辈子他过得平安。顺遂，叫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绝不言悔。是否会相见，我化作青烟。
七星剑能斩妖除魔，希望他护佑你平安，不被这世间妖魔鬼怪侵扰。在人中走丢，琴声在城外等候，往事留在眸子蓦然回首，千帆在云海漂流，分别留在某处渡口，微雨流絮与我岁岁白头。长风走啊，走春秋啊，不渡星际劫，赴夜寻舟，雨星口啊，口星愁啊，我身在喧嚣，寂寥如梦。误入人间又把百般滋味如否，方知人间事多难左右，醉在山河走吧，白苔冷暖人旧，才把世事无巧。你耍诈，兵不厌诈。果然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去哪儿？你是热血男儿，心中自有抱负，我会的武功已经都交给你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出去去寻自己的前程。虽然姐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我，但我有东西可以教姐姐。你这个小家伙能教我什么呀？姐姐，闭上眼睛。
此执迷不悟，就休怪我。长老，长老息怒。圣女，她只是一时糊涂。长老，我苏氏一族数千年来与历代圣女，今后也不会改变。苏离郎，愿迎娶圣女为妻。成亲之事，不过是敷衍长老而已。我绝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。苏郎，谢谢你。你我之间不必客气。圣女花容月貌，有妻如此，虽然是假的，却也是我几世修来的福分啊。你怎么也学会油嘴滑舌了？我会教训你的。你认真一点嘛，我们把这支舞练好呀。我来的，我的血会引来这些邪祟，我们分头走，去将军府会合。这邪祟怎么越来越多了？这五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区区邪祟你都对付不了？我不是对付不了，我是不能对付他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能压制妖力的丹药，在这里我必须要隐藏我的气息，否则我还没有找到我的毒人，就会被国师给发现。难怪你需要我七星剑护体，可是这邪祟能够找到你，说明国师已经发现了。不是的，这些邪祟不过就是他的耳目而已，他没发现。
是可惜这个丹药，用的时间久，功效越来越弱。现在只要稍有不慎，就会引来这些邪祟。竟然又让他逃了！父亲，父亲，我按照您的吩咐，找到了锦瑟的贴身之物。那顾云深带着他离开了教坊，这是我从他枕头底下翻出来的。想不到这顾云深还真是个情种。将军，昨夜邪祟作乱，卑职护卫不力，还请将军责罚。区区邪祟用不着你护卫。可是您都受伤了，堂堂阎罗将军居然被邪祟所伤，这邪祟也太厉害了。我自己划的。您自己？为什么？为了吊桥大爷。竟敢在观星殿撒野！给我搜！是是。你，云深，我父亲是国师，国师。你再如何军功卓著，这样上门羞辱我父亲，圣上知道也一定会震怒的。你也知道我军功卓著，可我自从战场归来，却被这京城内的邪祟所伤。国师领旨治理邪祟，那我自然是要国师为我这伤复。给我继续搜。是。想干嘛？Thank you.
这摄魂阵里的邪祟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杀不完的。只有摄取了魂魄，才能停止这一切。摄取魂魄，我是狐族圣母，我应该为狐族舍弃一切。可是我偏偏又见不得你死。心归宿，贪念你的温度，你
何其有心，你是情动。